罗云熙工作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声明，针对近一段时间有不理智的罗云熙粉丝采取跟拍现场、跟酒店对剧组拍摄进行摄影录制的情况，罗云熙工作室通过微博发布声明。该声明指出，罗云熙工作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跟机、跟车、跟拍摄、购买剧组通告、蹲点拍摄现场、参与任何非官方组织的探班以及类似的不安全行为，同时呼吁粉丝能够尊重艺人隐私，不购买、不打探任何非公开行程，注意自身安全，亦能尊重他人，主动抵制各类不安全行为。工作室对于个别屡次劝告但仍无果的不理智行为，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最后声明写道，希望能和大家在合适的时间和更好的场合相见，让我们在更为健康正能量的环境中继续一起成长。粉丝也表示支持，支持理智追星，拒绝露透，拒绝私生，喜欢他就不要用他不喜欢的方式来表达。